应该是收字，收起笔弹上去。这里感觉勾的有点大，一样，勾大我们就勾大，不要迟疑这蓝叶皮。哇，有到这种大家都不喜欢写的这种外形啊，这种外形最难写，每次写写都不够长，还在偷补一下啊。主要不够长是因为这里面的间距啊没有抓好，写得很快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，我知道乱写。如果你挤不过，下面就不够长，不够长你就必须要再补一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在补，补哪里？补这里，每次写写不够长，我再补一下。知知子至，哎呀，看不懂的，看不懂的没有关系，自由自在。至至短的，稍微往上翘。那这一个稍微往上逆，这样会比较好看，就是有点姿态。嗯，下面完全看不懂，只看到崩坏的样子。